我是點點，我是心月 Katie。 今天呢，我們來到澳門的美高梅酒店 Team Lab， 已經由韓國深圳來到澳門了。其實呢，如果呢我們想來澳門玩這個 Team Lab 的話呢，記得上網預約，如果來到現場呢還會有 discount 添的。不說這麼多了，好，我們馬上去了。我哋画完之后咧，我哋嘅动画咧就会喺个大荧幕上面投射出嚟，而且仲识喐噶。艺术嘅，你识啲乜啊？唔好笑啊！好啦，咁我哋下次再玩过。